美国人的双标以前是藏在桌底下的，这两天不隐藏了，都摆在桌面上了。大家知道前几天啊，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50票全票通过，要求我们中国的国际版抖音 TikTok 要在165天之内剥离，所以呢是明抢了。你要知道美国一共就 3.14 亿人口，上 TikTok 的现在有 1.7 亿人，这个老拜登啊也是够双标了。你说说，一边吼着要封禁我们的 TikTok， 一边自己和团队还注册了 TikTok 的账号，然后去呼吁选民给他投票。那这么打压之下，咱们 TikTok 也不是吃素的， TikTok 向 1.7 亿的美国用户每个人发了一封短讯，要他们给他们所在的当地的民选官员，就是我那些国会议员们打电话去告诉他们不能封禁我们的 TikTok。 听说这些国会议员的电话这几天都被打爆了。当然除了呼吁这 1.7 亿的抖音用户去向美国国会去打电话去反对去抗议之外，当然还会请最强的律师团去告他们，因为他们这个命令就危险。生死存亡的关头最后会怎么样，赶紧点赞关注起来，随后会跟踪报道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